有一段，埃及发生了金盆之流，同事们。那首先可能代表你们家在进行，虽然在座的都是金盆之流什么情况？主人家说，什么都金盆之流在百忙之中，也都能够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出席了今天晚上的实验。那同时你们又送来了珍贵的礼物，以及公婆的贺礼。这一份隆情的东西，应该主人家感谢不尽。因此，我们代表。